好，各位伙伴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2024年10月21号礼拜一早上。今天请李兄来帮我们操作啊，你就听阿元的指挥就好，错就是阿元的错哦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先检查，现在是冷机状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摸摸看，现在是冷机状态。好，把我们的杀菌釜的盖子打开，往外拉就好。有锁吗？啊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打开，打开。好，整个往外拉，先检查水位，检查水位有没有到达淹过它那一条工作线。来，我摄影拍一下。对，像这样子对不对？这样应该够。好，来，那麻烦你，我会建议以前这个其实没有关系。以前学长教我们的时候都刚好带盖子，那其实你再加个5公升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好。3公升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好了，再多一点。好，刚好我们刚才看到呢，那个容量有一点点不足，所以现在我们再让它多一点点水。好 ，OK， 拿起来到我们的杀菌釜去。好，整个倒进去，就一次就把它倒进去了。没关系，喷出来没关系，这样，别那么温柔，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哇，李兄太温柔了，来，这给我来，麻烦检查排水阀门是不是关紧的？哎，这样是关紧的，再来检查排气阀门是不是关紧的？打开装回来，好 ，OK， 这边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上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处理我们的废弃物，我们废弃物长这个样子。